야. 네. 가자. 我没给你调人，我正想跟你请示，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搜查这片烂尾楼。你看，我琢磨，你能寻思过味儿来。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现在要是通过搜查抓捕聚枪，集体同伙，这和咱们先前设计的通过二美子调对手的策略相悖呀！这样抓到罪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冥冥之中，我感觉爱犯。 干什么的？这个女的住我们这儿，这个男的嘛总来，你来看是不是这个人？这个男的，。 他出来进去的白天很少见。 贺局吗？别一惊一乍的，说。肖云信的住处找到了。好，快开。 秦淼可立个功了啊！人在吗？他们这儿的保安看见肖云庆和孙小姐回来。哪个单元？ 抢先开门。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上来，上来了。你们能不能都动动脑子，别让对方老牵着鼻子走啊。快了快了，大哥，上去看。真笨，下来，你出去，我来。哎，就他了，来来来，发话。老王，你要掉到浴缸里啊，掉到浴缸之后，把椅子踢倒。往哪踢啊？朝门。现场的情况呢？是椅子在里边倒了，挤住了房门，死者这个绳子断了，掉进了浴缸。你呢，模拟一下死者挣扎之中把椅子踢倒。啊，明白。哎，你也快点，别碍事啊。哎，开始啊。嗯，开始。哎哎呦，哎呦，哎，哎，哎，怎么样？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等等，叫年轻人上吧啊！刚才啊，屁股一进浴缸啊，哎呦，把我尾巴骨给搓了。哎，哎呀，啊，你上，你来这个啊。哎，能吗？哎呀，哎呦，哎，我们确定萧元清就是我们要找的，隐藏在。以张有进为首的犯罪集团后面那个神秘的人物，这呢就出现了许多问号，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调查。一，萧元庆他在这个犯罪集团的所处的位置。二，萧元庆和张有进有没有横向关系。三，谁在指挥萧云庆？萧云庆又通过谁把庞月始终控制在自己手里呢？啊？四，萧云庆在济阳干什么？他和张有进是两条互不相关的两条线，还是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啊！我再多说两句啊。今天呢，我在现场表现得不够冷静。您不要受我的影响啊。一个好侦查员，首先呢，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挫折。都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情绪啊左右，影响自己的这个思维判断。哎，你别学我啊！这个一看到萧云庆没抓着，这火啊，腾就窜到脑门子上。哎，谁说？哎，咱别点名啊！我这样看啊。我们来看萧云庆
同庞月、张有进同庞月的关系。我觉得从我们以往掌握的线索和情况来看，萧云清和张有进都是通过这个庞月来实施对集团成员的控制，通过这个庞月采用极端手段，不惜呢用杀人灭口的方式来除掉那些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人。但萧云清和张有进之间没有呢直接的往来关系，应该说萧云庆掌握了张有进，而张有进对萧云庆一无所知。你的这个分析很有想象力啊。哎，大伙可以随时插话啊。我补充两句，你这么想是不是因为萧云庆总能够在张有进团伙出现危机、面临厄运的时候帮张有进灭火，是这样吗？是这样。葛林杀害韦彩华，乔峰和韩斌呢开车撞死葛林，在林轩被捕，西郊制药厂这个藏毒贩毒的中转站面临败露，张有进的安全受到林轩被捕供出的威胁时，萧云庆又指使于沧海稳住林轩，再通过庞月借高克俭的手杀林轩灭口，再到庞月的出逃。这说明萧云庆不仅仅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之一，而且呢是个重量级的，位置是在张有进之上。刚才贺局呢提的几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尖锐，我也赞同大鲁的分析，萧云庆不与张有进做横向的联系，这样才能使得自己更安全。那么在萧云庆的背后呢，我认为肯定还有一个人。在萧云庆身后，张有进身后还有一个头，这连傻子都能想得出来。关键是啊，萧云庆是通过谁才使得他严密地控制着这个犯罪的团伙？哎，我的意思啊，就那个庞月呀，不过是前台的那么一个皮影啊。他通过的这个人不用怀疑，肯定是他上头的那么一个人物之一。谁在往下说啊？何局啊，你刚才问的这些问号啊，我是一边听着一边想。我觉着呢，最重要的是这个萧云庆目前逃没逃出解阳，他想逃通过什么方式逃，他往哪儿逃，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你说。哎，师傅麻烦你哈，我东西忘在屋头了，麻烦你挑个头嘛。啊，商贸公司孙姓女士死亡一案，我们经过现场勘查和尸检确认属他杀，完全排除自杀的可能吗？排除自杀的可能是存在的。首先，我们到了萧云庆办公室的时候，孙小姐几乎是同时和萧云庆走掉的，可我们在孙小姐的房间里只发现了孙小姐的尸体，萧云庆到哪里去了呢？他会不会
为了自己轻松的逃脱而杀害了孙小姐，然后再伪装一个自杀的现场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呢？那椅子放倒在卫生间里面，把房门抵住，可以解释得通吗？解释得通啊。我和老王、樊毅他们做了个现场形态的模拟实验。我先不管技侦和尸检的结果，单从现场形态分析，我们现在就可以。大罗，咱是不是让小年轻的表现表现啊？锻炼锻炼他们。你让樊毅说说啊。好啊，樊毅说。我说不好呢，请鲁队呢和梁队指点啊。通过现场的形态模拟结果来看，死者呢完全可以在勒住脖颈部的绳子呢拉断以后，醉身在呢浴缸里，一只脚呢在挣扎中呢将椅子踢倒，椅子呢抵住了卫生间的房门。这个现场形态意在表明呢，死者不属于他杀，杀手在卫生间里面没法用椅子抵住房门。哎，樊毅，你接着说啊。秦哥说的对。接下来呢，鲁队呢又带我们做了另外一个实验，完全呢可以推翻，死者属于自杀的假定。哎，樊毅。把手拉出来，来，都看明白了。凶手完全可以在勒死死者之后制造这个假现场。凶手呢在卫生间的门外利用了两根绳将椅子呢拖到了门后，抵住门，造成了呢死者呢自杀的假象。讲得不错，对头。哎，这主要呢还是鲁队啊和王哥的脑子好使。老田，说说现场勘查和尸检的结果。这个经过勘查，死者的体重和死前挣扎的外力都不足以使其自杀使用的绳子拉断。我们在绳子的断裂处发现了咬痕，只有部分绳子的纤维呈现出了拉伸状。第二呢，在死者口腔牙齿间我们采集到了部分凝固的血样， DNA 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呢我们通过血清检验比对死者牙齿间残留的血样不是死者本身的，而是另有其人。死者属于他杀，不存在疑问。死者牙齿间残留他人的血样，这个他人必定是凶手。这说明死者在死前曾有反抗，咬伤凶手。至于凶手是不是萧云庆，这需要逮捕萧云庆以后做 DNA 比对。案子要办成铁案。下面呢，我说一说推动这个案子侦破的几步棋。第一，盯死二妹子。要不要跟二妹子他本人事先打招呼，这你们考虑啊。另外在调巨强他们同伙的同时啊，你们别学姜太公似的直勾调，愿者上钩不行。我考虑组织警力化妆成便衣，对案犯可能藏身的烂尾楼地带进行搜捕，加大
抓捕案犯到案伏法的保险系数。可行，就这么干了。第二，张林始终没有异常的举动，他发觉我们挂他了吗？不应该发觉吧。阿凡义，张林发现你们了吗？他不会发现。啊，我纠正一下贺局啊，张林呢开始动了，他去了矿山，但又装出一副呢游览风景区的样子，弄巧成拙，胆子不小啊。啊，敢纠正我一下。张林的举动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呢，矿山呢对他另有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我还没有猜测出来。但是呢，他不是为了甩掉我们。张林呢，从矿山回来以后呢，又去了医院。张林去了冯焕才住的医院。去了，他在住院处的院子里呢转了一圈就离开了，没有与冯焕才接触。不要动张林，挂住他，挂死他。他如果再去矿区，说明矿区令他有难以割舍的东西。他说离开锦阳去南方是最好了。我琢磨这个张林蛰伏在锦阳一定有他的用途，他也一定会南下与张耀军会合。梁志军，张林归你了。明白。哎，贺局，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冯焕才也纳入我们的视线范围。应该纳入。冯焕才已经在我们的视线范围里。谁在负责冯焕才？我让我姐夫盯着他。正好我姐夫在冯焕才住院那个病区，我让我姐夫盯他呢。让你姐夫盯冯焕才？怎么盯啊？能24小时盯吗？啊？还不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小儿科。贺局，情表不错，早就想到应该盯冯焕才，这一点比我想的还早。哎，贺局，我这人手不够使唤，盯冯焕才的事儿，你看看是不是安排另外哪个探组去办？你早不打电话，晚不打电话，偏偏这时候打电话来。姐夫，你说呀？什么？你说什么？坏了，坏了！贺局，鲁队，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小琴，出什么事了？冯焕才一家人在医院失踪了。冯焕才一家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冯焕才一家什么时候没的还真不好说。虽说我小舅子让我盯着，你说我能怎么盯啊？哎呀，鲁哥问你啥你就说啥，说别的有啥用啊？昨天一白天就没看见冯焕才家里的人，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冯焕才还在，具体什么时候没的还真说不准。其实要不是昨晚我值班啊，你们到现在才知道这个事儿。冯焕才的脑袋到底伤到什么程度？嗨，就一点外伤，开始伴有一点轻微脑震荡，其实都用不着住院。用不着住院？那医院为什么让他住院啊？自己人啊，我就跟你说点掏底的话吧。现在医院效益不是不太好吗？只要是病人不提出异议，能多住就多住，省得病房空着。你说我们医院不吃病人吃谁呀？现在不都这样吗？那好，这样
谢谢啊，阿七，我们走了啊。好，有我们走了啊。二妹子，你看我这个发质还行吗？哎，挺好的，也不经常焗油，挺漂亮。哎，大妹子啊，我高攀你，叫你大妹子啊。可以，我乐意你来。我出来这两天吧，真跟度如年似的。我两眼一闭吧，乔峰那死鬼，他就站在我跟前儿，你看把我吓得。再加上，我又害怕他们那些人会来害我。大妹子，你说会不会啊？我们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你的安全，怕坏人害你，所以才派我来的。你放心吧，这外面也安排人呢。我还要重复一下我刚才说过的话。有那么一句话，船怕翻，理怕颠。这道理我已经掰开了揉碎了都说给你听了。你配合我们抓到罪犯，你可就立功了，立功可对你好啊。我无所谓了，你裤腰带松的破货还想啥呀？只要是能对我肚里的孩子好。孩子不是没罪吗？是啊。哎，你一定要记住了，如果他们要来电话的话，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第二呢，你要千方百计的坚持，跟他们讲，让我留在你身边。小子，这地方到底有什么东西勾着他的魂啊？没错，昨天呢他在矿女小街里呢转腰子，今天呢又练他爬山了。哎，梁队，你说这山里头是不是什么地方藏着张小金一伙的钱或者是货呢？翻译，你想的贴谱。哎呦妈呀，这谁啊？
你吓死人了你！你在这儿干嘛？你这人怎么丑冷子来这么一声啊？你想吓死人不偿命咋的？这儿归我管，知道不？我这儿的护林员。你哪儿的？在这儿干嘛？哦，你是护林子的，怪不得说话那么冲呢。我是锦阳城里的，开了个小诊所，这不上山来挖点草药，我没干旁的。你是锦阳市里的啊？那你开诊所在哪儿？我的诊所在哪儿？嗨，没个固定地儿，这卫生局啊总抄。嗨，这年头啊，这钱啊是他们越来越难赚了，我就靠四处啊撒些小广告。这工商记者动不动就进行暗访，我就靠回头客，还有我祖上传下来的秘方，专治白灵、血灵、杨梅大疮。哎，兄弟，这么跟你说，他就是升了天哪，我都能把他治好。是吗？兄弟啊，我怎么瞅着你像城里人呢？看出来了，我也是锦阳城里的，我不是什么护林员，我啊是来给我爹妈上坟的。哎，咱俩搭个伴儿，都是锦阳城的，又在这儿碰上了。哎，你等两步啊。梁队，张林让咱们的人给粘上了。电话啊。如果是他们打来电话，你想好说什么了吗？我忘了，我脑袋空了。没人接，你说还打吗？打，货就是钱。关键得听那小娘们说话的语气，搞准她手里到底有没有号，别让她投靠了警察，咱还不知道，那就惨。我要再进去砸上大料子，那没跑了。他那边要是接电话，咱们俩看看他怎么说，然后再好好分析分析。接吗？接，接啊！那我说什么来着？你不用一句一句被我教你的，你就循着我跟你讲的原则随机应变。嗯。喂，谁呀？你是那什么？你是乔峰的相好吧？你谁啊？哪儿来的什么野兽啊？啥叫相好的？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你谁啊？你不说话该喘啥气儿啊？你这人可真够可以的，你说话呀，你干嘛不吱声啊？哎，你再不说话老娘把电话撂了啊。他那边把电话挂了，他那边还会打电话过来的。你刚才表现挺好的。
喂，鲁队啊，刚才有个电话打进来，电话号码是8049768。好好好。哎，老王，你现在马上查8049768这个电话，确定他位置。俊强和他的同伙可能就在这附近，我现在往后赶啊，确定位置之后马上通知我。好，俊强，我去。哎，新明，你留这儿，把你手机现在马上变成震动，把这儿都监视起来。你感觉这是俊强藏身地方？感觉是。没时间细看，金明，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要记住，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你自己，听见没有？别一到关键时候就脑袋疼、屁股疼的，明白了？啊，知道了，明白。金明，不管出现任何情况，都不准你轻举妄动。我现在马上给贺局打电话，叫他派人来支援你，把这控制起来啊。你说，哎，你说说说，哎，啊，公用电话，啊好，哎，哪个区啊？啊，什么街？你说清楚点。啊，水秀街，好，哎，哪个巷？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让你为难吗？我，大妹子啊，他们要是让你们抓住了，会枪毙吧？那我要是帮你们抓他们，那不等于我把他们往绝路上推吗？你放明白，二妹子，你在帮谁？你在帮你自己。没有你的配合，罪犯也跑不了。逮住罪犯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想好了。是不是我给你笑脸太多了？何去何从，你给我想清楚了。你配合我们工作，是在减你的罪。别在这儿打，要打也得换个地方。万一那小娘们靠上警察，警察真奔这儿来呢？我有急事马上就回来。你走吧，你快走吧。哎，同志，你快走吧。我跟你说了，我有急事，我马上就回来。拦着门上，你。我马上就回来，我的老兄，我有急事。出门你哎，出门不方便了，你开走吧啊。来，好好好，开走吧，开走吧，行了吧。行了，拿着拿着，哎，拿着拿着，让兰姐走走走走。哎，同志啊，你是警察啊？你们停吧停吧，哎，凶什么样什么情？来来，你来，没事，停多久都行。好，哎，老兄，我问你啊，哎，那个水秀街东铁骨巷这么走对不对？对，你们抓人呢啊，我给你们带路。哎，好好好，谢谢，快走，来，兰姐，快。
哎，大嫂，8049768是不是你这个电话？是，是。你别害怕，刚才是几个人打电话？两个人。哎，有这个人没有？有。他手里有枪。他们走多长时间了？往哪儿走的？哎，你别害怕，别害怕啊，没你的事儿，别害怕。他们刚走，走了一会儿，往那儿走的。旭宇，你先稳在那儿啊！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了。哎，你的意思，巨强不能闯？他们对钱比对什么都执着。我心思的也是这个意思。巨强他们只要没砸实乔方的货已经落到我们手里了，他还会动。哎，你说他们会不会往市区人多的地方传？关键是巨强下一个点选择在哪儿。喂，鲁哥，梁队跟樊毅赶过来了。哎，你上次跟梁队说。啊，好。梁队，大组队电话。嗯。哎，大鲁，我到了。怎么着？巨强和二美子联系的点儿找着了，人穿了。哎，下一步他们想干嘛还不好说。我的意思啊，你呢确认一下。你那儿可能是巨强的藏身地，对，你要仔细查一查，看看那儿有没有值得他回去的东西。他要穿回去，正好逮着。